杰伦除了他的音乐是我很喜欢以外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文字，他自己写的歌词。各位，世界末日竟然是他写的。天会灰，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现场呢，整个摄影棚大爆棚，总共来了51位。周杰伦已经变成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了，他的图腾，他的各方面已经受到大家深植在心里面。那么周杰伦呢，他也登上过《时代》杂志，那个是继吴宗宪之后。哦，对对，你也有哈。我是台湾第一位。Number one， 没事没事，小事小事。果然是。今天来了这么多位啊，我们这竹凡不及贝仔，我们先欢迎他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参与这么多位。当然，今天立冬也来了。那立冬来的原因，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只有他参加过周杰伦的婚礼。他的 title 是什么？50人名单之一。50人名单。我的入场券是婚礼入场券。喜帖。冰上的芭蕾，脑海中还在旋转。这边好像我们珠心算般的，这边笔记数心算心算。哎呦，号称不错，号称不错。哎呦，朦胧的世界，我们聊了。你该换公司了。哦，哎，小派，小派要注意啊，小派，你们公司不要太随便。你换去阿林他们公司，起来拍上。我那个副歌，副歌一出来谁不知道？对啊，这一首歌，请猜歌名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有，怎样才能留住你的？对不对？很多比较，我的歌算比较土一点啊，不要在屋顶哦，屋顶，屋顶。答案都给了吗？叫做好，请亮答案，最长的电影。好，一起来演唱最长的电影，来。下一首歌，请出题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，海鸥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，远方传来风。3，明明就12星座，2012年，来一起来演唱，明明就没有错。明明就不喜欢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的心事太多，我不会说。下一道题，请出题。下一题。啊！周杰伦。OK， 写单之前我问一下千华，请问。周杰伦是什么星座？摩羯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好，请问阿咪老师是什么星座？为什么要知道？还真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阿咪老师也是摩羯座。哎呦，对，摩羯座的手都很巧。你知道阿咪老师他弹琴，还有download A片速度。我不知道。而且
平举，对不对 ？Maybe that's right。正确解答亮牌。完美主义怎么会唱歌唱忘了？因为刚刚一开始露露有唱，对啊，露露有唱，而且前面还有写那个完美。我有看到，我看到。对，但有时候一紧张，太熟了就对了。但听说他这个旋律写这边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周杰伦的原因是什么？忘记了，就是因为他当时写不出歌词哦。就用哼的，没有，应该是文字，应该是文山写不出。杰伦除了他的音乐是我很喜欢以外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文字，他自己写的歌词。各位，世界末日竟然是他写的。对，世界末日是。我是唱完录完音以后，我跟文山讲，哎，文山，世界末日写的不错，歌词写的。他说，信哥那首不是我写的。我说啊，那是谁写的？不可能吧？难道是小马跟红吗？不可能啊！哎呀，对啊，他这种蠢东西怎么可能？钟哥，后来一看，作者竟然是杰伦自己写的。天灰灰，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夜越黑，梦未寐，有谁来安慰？我的世界将被摧毁。也许是雨烟味，也许是雨烟味。请出题哦，音乐唱名题，就这样，题目在这里，来写出发嗦歌名，发嗦拉西哆发，发这个应该 OK 吧？哆发，哎呦，靠，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也 OK， 哆发也可以，谁？立冬很有把握，好，发嗦拉西哆发，发嗦拉西西西西拉西拉嗦，随着天空望着天，难怪你可以参加婚礼。亮出答案，真的很厉害！一二三，手语，你在晴天。对啊，你在晴天呢，你硬掰到那一首手语啦，厉害厉害！好，手语啊，哎呦厉害！一起来演唱手语。他这样写是又想不出歌词，对，因为他直接是歌词在里面，对，他直接把这要问一下阿咪老师，阿咪老师发发嗦拉西哆唱应该是哆瑞咪发才对，应该是哆瑞咪发，没错，对，这因为他是用德国的唱法，这个叫学名 F key， 他还是唱发，那发在我们东方人来讲，我们是。的发我们是唱哆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哆瑞咪发嗦嗦，哆瑞咪发嗦哆，对，哆瑞咪发嗦哆，哒啦滴哒哒哒，哒啦滴哒哒。真的是音乐人，我音乐人，金曲奖的得主，我制作过40张唱片。